觉得很憨厚，对不对？是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过你知道，人家看到你第一个印象，你觉得人家会觉得你怎样？帅酷。讲哦，今嘛哦，今嘛哦，今嘛有人讲，哎、欸，但为本人给我演的哦。本人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本人给我演倒的哦，电视看看七八十回。那差多啦。其实我在想啊，就当时啊，这个发掘他这个唱片公司的人哈，哎、嗯，那么他会看到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也很好奇、啊。哎，第一个看到他上节目的时候看到他。哎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江美丽、江英小姐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好好好说不出来。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，他来公司，我想，王贵啊什么的。王贵啊。我还好了，我觉得他很可爱。老板娘都快疯了。对，我快疯了。华贵，华贵，华贵了。超级星期天 ，Super。好，在今天我们的记者会，我们要来看看，这是我们记者会到今天为止可能是长得最帅的一位。没错，最巨星的一位。哎，他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天王吼。草根巨星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来看看他小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呢？哎呦。这张照片你会觉得很熟悉，好像有的时候啊，社会版上。你讲的什么话？哎，其实这个长相啊，其实小时候是这样，长大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子的。真是这样就不好了。哎，有的时候人当兵的时候就会变样哦。挺拔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当兵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。哦，没什么差别、啊。那个比较帅一点的。还哪一个？他们还问哪一个？是他的长官呐、啊，哈，这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主角了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欢迎的这一位巨星，本名陈武雄，武雄哎，嘿，今年31岁的陈雷。哎呀，武雄，武雄，武雄，六。我武雄每次出来就很可爱那个样子啊、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陈磊。是是是是是。欢迎走，欢迎走。哎，你觉得你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我当然是不然了。哎，好人到底好成什么样子？请上座。差点，差点。哎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我们让时光回头，回到你在念书的时候，听说你念的是彰化的大成国民中心。大成国中啦，对对对，国中。啊，在学校的功课好吗？我都不会拜啦。好，有人不满意的，自己说啊是没有办法。你还记不记得你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洪顺莲？好有啊有，有呜呜啊，记得哦。哎，好朋友对不对？对啦。啊，就这人。哎，那好朋友讲的话一定对的。我们来听听好朋友说他在国中的时候功课好不好？还有，陈磊他的功课哈不是普通的烂，是烂。哎、欸，我们为了印证是真的，他同学洪顺莲的国中照片，我们还有绝对不会是假的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长大稍微有点胖哈，他还在看，你还在看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不、啊、走了。我们这里有一张他的成绩单，别刀病了啦，要不要我拿出来？拜托，叫阿姨，妹妹啦。所有的成绩一部分，一部分，我只公布他的。哎，音乐好不好？音乐好，音乐哈，他最好的成绩啊是公益家政，可能是烧饭这一类，高达90分。哇哇，这是他唯一最高的哈，最佳面比较好。他的毕业考成绩哈，嗯，全部哦，这么多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全部六字头，六字头，了不起。低空掠过，哎，不要，你来不及，你6266626464686461，隆重六十，这个六八六不好吗？太接近七了。而且音乐，音乐啊，61分。我是个老师，不懂得欣赏他的音乐，对吧？对啊，那种我唱歌寡好听诶。那你觉得你这么会唱歌，嗯，那你的启蒙老师哈？就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记得哈，哎，从小你是跟什么样子来学到你这么好的歌声？迄阵我是听迄电视台啦，因为吼，阮阵个较早是干一台电视机咧，尔后背，什么有这阿仙师啦，少年时阿仙师，吼阿公店，田庄的中一坎店，一点哦，
都是电视上看来的。他好像说的很有学问啊，表示学的都是电视上看来的。嗯，这个我们其实应该问他爸爸，他小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会唱歌的？来。哦，爸爸帅、啊。我想你起呀，城里还是他妈的到底呢？哎呀，你唱歌还是他们请个短歌要钱呢？哦，你爸爸。哎，两分头别看这少年，我开始我做比吼较操劳啊。小的时候是跟鸭子学唱歌，唱了一首好好听的鸭子歌，好，然后出社会真的有拜过师，对不对？蔡正南，哎、欸。哇，演斗上的蔡正南，蔡正南，他很厉害哦。新书《香囊斋》，他也收过很多的学生，而且他的收学生都有他一定的标准。可是为什么会收陈雷呢？他为什么会收呢？陈成功哦，我也想做点事嘞，安尼嘛。很有特色啊！啊，阿德安尼嘎嘎安尼嘛。你的意思说是老师觉得你很有才华，特别，特别，你很特别。我们有访问到蔡老师了，自己都不肯定了哈。我们来听听蔡老师怎么说。我的剑无同款，我叫咱人剑无爱来给我，人剑无爱，人剑无爱。专门挑人家不要的，结果对他都受不了，对他都受不了，人家不要的我来把他教哦，还有得得得啊，得得。不过呢，说到陈雷，我们看到他都觉得很憨厚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不过你知道，人家看到你第一个印象，你觉得人家会觉得你怎样？帅酷。讲哦，今毛哦，今毛今毛，为难讲哎。但为本人给我演的哦，本人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本人给我演倒的哦，电视看到七八十岁，那差多啦。其实我在想啊，就当时啊，这个发掘他这个唱片公司的人哈，哎，那么他会看到他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也很好奇。哎，第一个看到上节目的时候看到他，哎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江美丽、江英小姐怎么说，好不好？说不出来，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，他来公司，我想，哇贵啊，怎么整？哇贵啊！我还好了，我觉得他很可爱。老板娘都快疯了，对，我快疯了。哇贵，哇贵，哇贵了，嘿！但是你知道你在这个电视圈做人怎么样？锦后啊，锦后，锦后，哎，蹦恰恰。第一次看到陈磊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街头流浪汉，然后到后台在打麻将，可能就。一开始跟我不太对缘，但喜欢这个。一开始，后来慢慢在现场相处之后，发现这个人是演艺圈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。我以为他是公司新来的巨物，然后巨物怎么会穿那么爽呢？后来呀、啊，这个宣传来介绍说，梅凤姐她是我们家的小孩，我说哦，你们家小孩蛮老的。刚开始看到你不怎么样啊，老实讲了，不是说一开始看到你就很好啦。哎，你怎样不？哎，我栽了。可是人老实还是有好处，渐渐就了解了。渐渐就了解了。不过我们还是很想知道陈雷，你现在来录影有没有一些习性？他的伪装先爱伪啊，习性。我所谓的习性就是有没有什么毛病，是什么动作是别的艺人不会做的？特别的。别的动作嘛不呢，我拢照呢。习惯很好的，许孝顺好不好？啊，许孝顺，许孝顺嘛没败啊，没败的。对吧？对，他跟你也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一周谢个呀。记者，好，我们来听听他说你。常常多留一个便当哦，在那个背包里面啊，所以那个制作单位如果说明明叫好吃个便当，要少一个便当，一定是他拿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哈。就是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你来了表演，你居然没有给我拿任何费用，你就唱完就走。但是你有包红包吗？这是太狠毒了嘛！啊！怎么样？对这两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解释？有没有解说？这个便当我帮你解释。他是一个很节省的小孩啦，哎，从乡下出来，一直都很努力怕扁。对，然后呢，看你们后台那么多便当摆的，没有人吃，不吃可惜了嘛。我就带回家，明天中午。哎，给我，哎，给我，给干蒙家了。他被客人在无聊。对啊，蒙家。哎，节俭的好。不过呢，你到底许孝顺结婚，你有没有包红包？没有。南宫亲戚，我不包。拍死啦！拍。应该嘛，你唱一首歌要多少钱？开玩笑，没有拿酬劳，这样你能给许孝顺面子？就是了，好，正式要开始了。记者会当中，我们待会就要问到
他给到比如说家里给多少钱呐、啊，对，凶凶还有人，对，还有他曾经这个啊学校。不过呢，我们先来看看，在这个路人当中，我们也是访问过4000个啊，我们4000个路人，4000个路人最想问陈雷的是哪些问题呢？我想问你说，你一个月给你妈妈多少钱？那请问你接一档工地秀多少钱呢？陈磊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老婆是不是你的初恋？想请问一下，你赚的钱有没有交给你老婆？我知道你现在想出唱片，出了赚了多少钱？我想问你，你的孩子像你还是像你老婆？陈磊，我想知道你怕不怕老婆？陈磊，我想知道你给妈妈钱多呢，还是给老婆钱多？陈磊啊，你疼不疼你老婆呢？这是我们有问题哦！哎，你在什么打坐哈？我在练筋啊呢。好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陈磊先生一个月给家里多少钱？哎，我哦，哎，啊，都看伊那爱偌济，啊，我都弄偌济给伊啊。要多少给多少？要多少给多少？太太也一样，妈妈也一样。哎呀，弄同款，哈哈哈！应该。太太也一样，妈妈也一样。啊，都按那村里在嗲嗲，都拢爱欠呐，啊欠啊都大家讲给。我妈，我看这样。啊、公家用。公家用吗？我看还是问一下。问一下。刚刚问过陈伯伯，问陈妈妈。陈妈妈。这种家用是要问陈妈妈，对不对？知道。会再不？会再问不？陈妈妈。我是提他有1000多块了啦。啊！他给1000多块，你们那个用钱都不止这个了。不啦。唔得啦，唔得啦，怎么手脚发抖啊？便当要带回去，还是你还只给1000多块？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以前的哈。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没有，还没有唱歌之前。可能嘛，对啊。再问陈妈妈，现在是多少钱？阿姊嘛做歌星有啦，每一个月拢有贴袋，4-5万。高兴啊，高兴啊，喘过一口气啊，拜托，那只能讲啊。哎，现在是不错了啊。不错啊，不过呢，照他的版税来讲，卖那么多张只给4-5万，也嫌少了一点点。还要给太太。还要给太太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比较有趣味一点的问题，陈磊先生，我们都很想知道。长得这么帅的你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女朋友？女朋友有没有很多的啊？好的，讲猛些拍摄个。哎呦！你20岁？不啦，12岁。25岁。我啦，国中的啦。我啦，朋友的呢。长这样子就交女朋友？不啦不啦，朋友的呢。长这样子他就交女朋友？哎，你这样说，这样子很有个性的。哎，我们来听听他们说。我高，我真的高啊！我开的了，我错啊一个啊，都没错啊，不行啊，他绝对。啊，出来问一下好多人呀。他高中的时候哈，哎，跟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哈，常常在偷递纸条，然后有时候晚上就。约去那个学校的墙角下。我有问题，拜托了。哎，你约去墙角，不晓得做什么。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。而且，他爸爸说都没有娶，哎，爸爸有点内疚的感觉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喜欢都没有娶啊。我都没有，哎，可是都没有娶人家，所以千万现在男孩子不要理他，不要去墙角，去墙角干什么？不啦，我是去，嘿不啦，可能不带不急。去墙角干什么？念英文，我弄，去咧烤肉啦，烤肉的呢，天哪！好，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最重要的问题，太简单了呢，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一个字就可以回答了，不要，嘿，怕不怕老婆？当年我嘛是，当年们我嘛是，当当男子汉。这么是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哎，你老婆怎么说的，好不好？
拜托的啦，拜托的，外招了哇！那从来没有在媒体工作。对，其实啊，我们不确定他有老婆。老实讲，他从出道到今天很神秘，真的出了8张的专辑，没有看过他老婆，也不晓得他老婆是大脚还是小脚。还有小脚的，哦，光头寡妇耶！哇塞，啊，看到怎样？亲爱的听话，一日到晚拢拍拍照，走到看无着影。有时阵哦，连身躯拢无洗着，走去还会咬我。啊！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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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确定？这不是你老婆？真皮拜托！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吗？本来就不是。哦，这不是。你不要把他，你都不敢来超级星，我怕他这样子真的就，哎，一糊涂没有太太的话，就会认为是他。哦，对，是我太太，我太太。结果是谁呢？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他叫什么名？他叫阿雷啦。阿雷，阿雷。你们真无聊，换一只狗叫阿雷的，吓吓你啦。不过，在。你到底怕不怕老婆？老婆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他老婆第一不能接受我们的访问，他把他老婆藏得很好，好讨厌，哎，老婆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？他让我们的镜头走到彰化，就把老婆藏在台中。我们到台中，他又把他老婆送回彰化，送回彰化，我不停的找到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问了到他最亲密的朋友，许孝顺先生，来告诉我们，他到底怕不怕老婆？他。很怕老婆，非常怕老婆，所以他老婆说我要在台中买房子，所以他房子一定不敢买在台北，所以买在台中。但是他好像自己有留一点私房钱，那个太太看到那边要小心，那个厕所的那个水箱里面，他以前呢是做那个红贡，做那个管路的、啊、那个中央系统的，所以他很会藏钱，你还要小心的，那个冷气口。哎呀，这个可是大收秘啊！哎，不是，这是制作单位又拍不到太太，心中有气，泄气的，所以拍一个朋友，现把这个话告诉陈太太，陈太太现在开始你就赶快去搜，厕所哈，保证你会搜到很多的东西，冷气疯狂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哇，今天我们陈雷真是哎，来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那么今天紧张跟刺激哦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陈雷，华裔的号，谢谢。